文资讯，打造服务两岸的立体平台。每天上午七点到十点，厦门编辑部在厦门精心制作祖地乡音。每天十点十分至十二点，南部节目天风海涌，天风海涌。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，闽南话广播，天风海涌。汇集时政精华，掌握时事动态。每天下午十三点十分到十五点。客家话节目《客家乡亲》，客家啊，对哇，要去这些地方啊，就要系客家人哦，要客家人的地方啊，就要客家话。客家乡亲，原乡天空，原乡人家，原乡大地，每天十六点十分至十九点，梅州编辑部在梅州特别制作。客家天地，行九的千山万水，丢不下气，天地背的人相见。你亲的艰难的情感，甜用不来，来的人是客家人。客家人，客家情，珍珠之声，客家天。十九点十分，中国民歌榜。国民歌榜，传统民歌老歌新唱，新时代新作品新演绎，感受时代脉搏，传递青春律动，让每天晚上二十点十分一定收听华语音乐会。华语音乐会，精彩集锦尽在你好台湾网专题页。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，了解我们的主持人编辑的最新情况，与我们交流您的观点和建议，您不妨点击我们的网站 www.hellotw.com。说不完的家乡话，道不尽的故乡情，听不厌的京剧相声，赏不够的民歌童谣。海水阻隔，隔不断两岸同胞乡音乡情。时光流逝，带不走历史文化同根同源。听众朋友，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。我们这一时段的播音到这里就结束了，祝您万事如意。Thank you.